我这些日子过得好辛苦，都是因为你才活下来的。你今天真美。你写的小说太好看了，我在广州的每一天都看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就是当代的大文豪，也是我心目中的女神。我写的没那么好。景萌。妈，做梦了？梦见什么了？竟傻笑。没什么，我也不记得了。那赶紧起来穿衣服，我们要去舅舅家。现在？每年初一我们都去舅舅家，你睡傻了呀？赶快收拾。妈，又怎么了？我有点不舒服。还是肚子疼吗？昨天晚上吃了药还不舒服啊？还是肚子。所以我能不能在家休息会儿啊？而且学校寒假作业留的挺多的，休息好了我想写会儿作业，所以我能不能不去舅舅家？这样。那你身体不舒服，一个人在家能行吗？行的行的，我长大了您就放心吧。那好吧，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啊。好。上色彩的花，它雨水一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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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落下。